8月31号，看这个，不太敢动。我自己做的熏香，是不是用嗓子？不敢大声说话，是不是就这样？不敢动。我老婆洗的衣服照一下，这个头发给剪了。过两天，今天公司又统计了一遍，能不能翻过来？这样舒服多了。今天公司又统计了一遍那个不惜工人员。不惜，惜工这个词儿，大家都了解什么意思？惜工，大家是谁？观众。惜工就是工厂没有活的时候让工人休息。这个词儿应该不是一个普遍性的词儿，有少数工厂会用。就这种不惜工的、想去工作的人，每天要干什么？写个报告给领导。那我肯定是啥也没写，我希望惜工。把工作让给需要的同志们去做，把工作岗位让出来，是吧？我这个基因绝对是懒的基因，绝对不是这种人类优秀的拼搏的基因。人类的前进就需要勤奋，我这种一定是人类的包袱、累赘。前两天看了那个德国那个《累赘》那本书。就讲二战时候，这说没说过这个事？二战的时候，德国把那些精神病人、残疾人，和那些没有劳动能力的人集中毒杀，好像是20几万，我忘了，至少20几万。德国人啊，不是犹太人，是德国人。那书名叫《累赘》吧？但这个词儿好像是，大家都喜欢看犹太，不是喜欢看，就关注犹太人被屠杀。那德国人被屠杀，是不是认为是理所应当吗？不关注这个问题吗？因为我这么多年了，第一次听说德国人屠杀德国人的事。他后边还附了很多书信，就是当初被集中营关起来的德国人给家里写信，吃得很差，然后被迫劳动。写信的人好像都死了，后边很多我看了4、5封都死了。我刚才点自己做这个小香塔，点的时候就开始一开始点起来，看着烟升起来，然后望着我这个小花角，不叫花园，花角。一想那个人类的进步是勤奋，是吧？我觉得人类能生存下去是要知足，多么幸福！有小天地，自己的几个平方米小天地就足够了，有吃有喝。我今天上午做了一个脆皮红烧肉，因为肥肉没有要肥肉那块，所以不是很脆。但是做的还不错，因为我用那个郫县豆瓣酱代替的盐，然后味道还是比较浓郁的，层次感比较好。今天上午基本上没干别的，光捣鼓这个玩意儿。给小狗剪了个毛，剪的奇丑，它不老实，它咬我，小狗不懂事儿，给剪的时候乱动，明天再给它修修。太难看了，剪毛又长又短，长又短，还得用剪子修。用推子虽然安全一些，但是剪不到效果，它老动。我们家那个来福可以用推子，它比较听话。这个看那个陈奕迅，看看看大本儿一下。
我看完了，我在看的时候，我在想录视频的时候要不要说这个东西，想了想没必要，我又不是要做内容去推广，挂着个破衣服真难看，我只是记录一下生活，不是去推广东西，所以没有必要找一些这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事儿录在这里面。有些事看着很恶心，但是恶心完了也没必要再吐出来给别人的恶心。愤慨的事我会说一说，别人不配让我去就给他记录下这些事儿。看书就是了解一下，像我这脑子记忆力不好的人，说陈寅恪能背过资治通鉴，基本上可以背过资治通鉴，我还看都没看过史记，我也没看过。我今天看那个，我看现在看的少年版史记，有一次给我儿子偶然买了一本，这两天没事在家翻着看，快看完了汉代那一部分，讲那个谁李广有卫青、霍去病，司马迁好像当初受这个宫刑，跟李广有牵扯，但是他没有对李广进行贬低，比较客观的讲了一些他的一些事情。但是他对卫青和霍去病，把他们放在那样奸佞列传，叫什么列传？那个地方不认识，佞臣的佞可能是。他认为他们是靠外戚关系，而且他们去打仗的时候，他们俩带的都是精兵，走在最前面，所以他们的战功总是比别人要好。因而呢，一而三，再而三的去封侯、赏赐。司马迁对卫青、霍去病的这种打仗的一些功绩啊，他都不是用自己的话说的，都是天子曰，他把圣旨或者是当时政治上的一些文件给抄录下来了，就说明他并不认可，他本人没有什么褒奖的词儿对他俩说，他只是把一些资料抄录下来，但是他既然把它放在佞臣列传里边，就表明了他对这两个人的态度。而我从小学到的就是这俩是民族英雄啊，捍卫大汉朝，而且据说司马迁对汉武帝去屡次出兵征讨匈奴这个事儿，认为是没有太大必要的。具体怎么事呢？等我看看再说。我也没有什么知识，只是对这个书里边看。就这种皇帝啊，好大喜功去兴兵，搞这些事儿呢，我一直是很看不明白的啊。就这种民族，这不叫民族，属于个人的统治欲望。这片土地在谁手里边，都是会种出马铃薯。会开杜鹃花，会有小虫子在上面爬，不会因为换一个统治者就变化。就像我这种屁民，对吧？不管是谁在统治，我都会兢兢业业的过好我的每一天，对吧？不说了，说多了又扯到一些意识形态，也没意思。哦，今天还得继续啃那个枪炮细菌，还那本书看太久了，一直因为老是砸着看，没有连续看，所以就看了有点慢，同时在推进几本书，但都好像进度差不多，哪一天可能连续看完几本大书，就是说明我是吧，很贯彻自己的这种想法，不求做内容，只求看舒服，想看哪本捞起来就看，就挺好。下午去健身房活动了一个小时，然后就晃晃悠悠一天过来了。好了，接着看，看完这个，看看那本《痴星洲》，《痴星洲》。
招魂镇魂曲。